行。人在哪？安安，你是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空。上面吗？嗯，在下面。可惜，深蓝月一大早排队买宵夜的人比平常还多。轮到我的时候，点了一份红烧饼、油条，结果老板居然跟我说：“说什么？我们只有圣诞饼，圣诞饼长什么样子？”玩笑，打分数吗？我这不要打吧，打了之后有点，稍微有点，稍微有一点伤感情。对，等我整理一下我的刘海，我想要整理一下刘海，我的刘海好像怪怪的，但其实好像也还好。我没看到你啊，你的头 好痛啊！我一看到那 ID 就知道是你了，然后头就有点痛。啊！Games are anything but random, if your eyes are open. You know, science isn't exactly an exact science.